中沉默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坟墓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莫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做盖管火葬，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倒，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忍，血肉祭祀重生。Hello， 又到了这个灵异村的节目时间，又是我村长和你们主持节目了。因为今日日头讲得太多嘢，所以而家要悭住把声嚟用。我咧以前咧就有一段时期咧就成日打恐怖 game 嘅。咁有一个恐怖 game 咧就台湾出嘅，就叫翻校。咁我相信咧我熟嘅村民咧就应该好有印象，因为我以前就做灵异直播嘅时候咧，咁就有一期咧就打恐怖 game 嘅。咁亦都有我收到有网友去问，就系、是、问就话，村长。我而家被付费咗都系村民，但你又话你已经两周年，咁但系我见重播咧冇咁多嘅，咁点解啊？咁其实就系咁嘅，我以前咧就唔系喺呢度做节目，就系、是、自己嗰啲直播嚟嘅。咁后屘我搬咗呢个灵异村啦，就呢度啦。咁所以咧，可能你喺呢度咧就只系见到我短短即系、我有冇一年咧，差唔多一年啦吓嘅时间嘅啫，系啦。咁但系咧冇蚀底嘅，只要你一付费咧买咗。节目咧睇翻晒过往嗰啲好鬼抵嘅，因为我每个月都要俾钱咧个data存住我哋啲货啊，系啦，因为我租务啦，我租客，咁所以咧我即系为大家谋福祉咧，我就 keep 住俾钱咧租翻系啦啲data，咁你哋只要一成为咗我灵异村村民咧，过往所有集数嗰啲 part two 部分全部都睇得翻晒 part one part two， 咁所以咧好鬼抵啊，越嚟越抵啦。咁咧啊系讲翻翻校先。咁翻校呢个恐怖 game 咧，佢好有呢个嘅恐怖，好另类嘅原因咧，因为我系着嗰啲中学衫，又有啲似啦，咁、那个校园环境又好似啦，同埋咧有一啲咧年长啲嘅人咧会有啲怀旧嗰啲即系感觉啦喺度啦，同埋佢有啲习俗咧好似嘅，譬如嗰啲饭上面插三支香啊呢啲咁嘅嘢。
咁點解無啦啦會講呢樣嘢咧？我就無啦啦咧睇到咧啲廣告咧，就好似翻後走去拍咗真人版，都係台灣咁樣嘅拍真人版嘅電影。咁我就唔知道幾時出。咁但我就立到廣告，咦拍咗真人版喎、啊，咁啊呢個話一定要睇下啦，係咪先？咁因為其實好奇怪嘅，即系台湾咧系咁多呢啲嘢。我以前喺日本读书濑嘢咧，都系啲台湾同学咧帮拖噶。你系咪要有冇做错咗啲咩啊？有冇得罪咗？即系得罪咗嗰啲讲咩嘢？其他同学咧系唔会谂呢啲嘢嘅，净系得台湾人咧先会谂呢啲嘢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台湾咧都系一个咧拥有住浓厚宗教啊、迷信啊、鬼神啊。好保持住習俗嘅一個地方嚟嘅，幾得意。同埋佢哋啲人情味、風土人情都幾好啦。咁香港人好熟悉啦，成日買嘢食啊，去旅行。咁好啦，今日咧，我依家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咧懸案。喺懸案裏邊咧亦都有靈異嘅部分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懸案。咁呢個懸案咧，佢都比較長啦嚇。咁所以咧。我都要好仔细地慢慢去讲，咁所以大家咧要俾耐性去听啦。咁呢个悬案咧发生喺几时咧？其实咧佢就发生喺廿几年前。咁当时咧有一个剧组拍紧外景，咁就喺度等紧，就系等紧咧佢有一个演员咧就迟迟都冇嚟，迟到。咁啊，全体嘅工作人员咧就喺度呆等咗三个几钟头。咁你会话 call 爆佢啦，系咪？嗱。原来咧喺嗰阵时咧，就佢系冇手提电话，亦都咧冇屋企电话嘅。咁又唔同我哋做香港电视台啦。佢哋咧就系、是、原来咧，佢哋每一日咧就讲好咗，听日几点通告。系啦，你收咗通告咧，咁听日就几点通告就佢哋会准时出现噶啦。咁台湾咧其实。夏天都好炎熱噶嘛，咁你如果遲到咧，因為其實台灣都好炎噶，你遲到唔係大曬噶嘛，即係咁啊會鬧爆你嘅。咁尤其是咁熱嘅外景，咁啲工作人員白白等咗三個幾鐘頭咧，咁啲人已經哇大佬嬲爆啦，咩事啊？發生咩事啊？咁樣咁講緊咧，邊個遲到搞到咁嘈咧？嘈嘈閉咧？咁就係一個咧，當時啱啱當紅嘅，啱啱紅嘅一個女演員。好啦，劇組到最後點樣呢？就係佢哋終於收到一個咧由警方嘅電話，即係佢哋收到一個確認咗呢個人喺邊啦，就係、是、警方嘅電話傳嚟咗咧，就係一個非常震驚嘅消息，就係話俾佢聽咧，佢哋咧就係、是、發現咧，呢一個女演員咧就已經咧係變成咗一具咧燒焦咗嘅屍體啦。系啦，咁当时咧就系1993年，7月1日凌晨嘅6点钟，咁喺嗰个内湖康宁路，即系佢嗰个住宅嗰度个地方咧，就突然之间咧烧到熊熊烈火，好多浓烟，咁消防队咧就系、是、当时接到咧就系、是、话哇火烛啊，咁啊去救火，咁当时咧就系净系知道不明原因啫，就估计可能系漏煤气啦，咁梗系唔知道系凶案啦，咁啊但系咧就发觉咧警方咧就发觉咧地板上边咧就有汽油嘅痕迹，咁啊即系好明显人哋放火啦，而到最后咧佢哋咧就揾到一具咧年轻嘅女尸体，呢、這个女尸体咧当时咧就。趴咗喺个厨房个地下嗰度，咁就当时因为咧烧到轻轻含含啲嘢乱七八糟啦，啲煲啊 click click 嘢跌晒落嚟咧，就覆盖咗个尸体。但系咧呢条尸咧已经烧到咧烧焦咗黑晒，咁即系烧黑咗条尸啦。咁警方咧去查个身份嘅时候咧，就发现咧住宅里边咧就有一个剧本，上边咧就写住雨中的彩虹。原来咧，当时咧佢就正正就系拍紧咧呢一个剧集，叫做《雨中的彩虹》，所以后屘警方咧就去揾嗰剧组人员啦，即系要揾呢个女尸体嗰个身份啦，咁就要揾到个剧本啦，咁唯一可以 relate 嘅就系电视台啦，就揾到剧组人员，咁所以剧组人员到最后咧收到通知嘅时候咧，白等咗几个钟就已经收到噩耗咧，就系佢哋所等嘅女演员咧就已经系烧死咗啦。好啦。咁呢个系一个意外啦，即系咁听有人放火，原案咁系点样呢？原来当中咧，非常之
扑朔迷离嘅。第一啦，首先咧讲下呢个火灾里边不幸死咗嘅女士咧，其实咧佢个艺名咧叫湛蓉，因为国语叫湛蓉咁样，啊几好听嘅。咁系一个好年轻、好靓嘅女明星。咁当时咧系7月1日早上边咧，本来应该咧就系去拍摄呢个雨中彩虹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佢就不幸烧死咗啦，而佢嘅年纪咧只系得23岁。咁其实佢个原名就叫周美纪，咁啊原本咧跟咗屋企人咧就住美国噶，咁啊高中毕业之后咧就系、是、为咗追求梦想啦，就翻返去台湾做嘢。咁因为咧当时咧佢嘅外形靓啦，咁由外国翻嚟，你知即系外国翻嚟嘅当时就特别受欢迎啦，咁就俾知名嘅制作人咧就啊睇中咗佢，就签约佢做艺人。咁就喺1991年咧，就是当时呢第四台还未合法的，就是竞争的华视，就是呢就以这个清末为背景就拍了一些剧。那当时这部剧呢十分轰动，叫京城四少，获奖无数。那其实呢湛蓉呢那时呢只不过是饰演一名妓女而已，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角色来的。但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呢很精灵啊，很漂亮啊，就令到呢当时呢很多观众呢就很入目啊，很喜欢她。那么慢慢慢慢呢她的星途呢就顺利了，就是因为凭着一个角色啊，就这些人很亮眼啊，这个女仔。咁啊，去到咧《雨中嘅彩虹》咧嘅演出咧，其实佢就已经系成为咗第二女主角叫艳萍噶啦。当时咧踩住同一个时段咧，仲有另外一部剧咧，就叫《野樱花》，系啦，其实都系揾佢嘅。总之咧，佢已经系红咗啦。咁啊，大家即系都睇到张相啦，佢面容好清秀啦，访问过好多咧资深嘅传媒人咧，佢哋见过湛蓉以前真人咧，都讲翻出嚟咧，佢系似一个邻家女孩，好容易塑造形象啊，靓啊嘅角色，一个咁嘅女仔嚟嘅，所以咧非常之同埋佢咧个人好聪明，咁所以咧就好快红咗啦。咁呢单案咧有咩咁悬疑咧？首先咧就要从验尸报告开始啦，灵异部分有嘅你放心啦，冇露点你嘅，但系你一定要听咗先。咁因为咧灵异部分喺后边咁样，咁就当时咧佢哋去验尸嘅时候咧就发觉阿湛蓉咧佢个喉咙里边咧就系冇任何嘅碳粉，原来系咁嘅。如果发生意外，佢系自己唔小心发生个意外被烧死啊，又好乜都好，佢系因为火烧而死咧，咁佢个喉咙一定会吸入大量嘅浓烟，咁呢个时候咧就一定会有碳粉喺个喉咙度嘅。但出奇地咧，佢喉咙就非常之干净。咁好明显咧，佢就系喺呢个火灾之前咧就已经系死咗噶啦。咁因为冇任何嘅即系好明显佢冇任何呼吸迹象啊嘛。咁佢生前好啦，咁就即刻要验尸就验清楚，佢点解系烧死之前就已经断咗气咧？原来发现佢颈部咧就有呢个嘅勒痕，即系有俾人勒死嘅痕迹。后脑咧甚至乎咧有俾人敲击过、俾人袭击过嘅情况。咁啊，种种证据显示咧，其实佢系俾人谋杀，然后再放火烧尸毁灭证据嘅。好啦，咁你会问佢系点样勒死咧？估计咧佢应该被丝袜呢一类嘢勒死，即系话个凶手咧就并唔系咧策划好大条绳嚟做低佢嘅，应该就喺现场里边咧就揾，因为咁佢系女性啦，咁一定会有啲私密嘅嘢，就估计咧佢系俾翻佢自己嘅私密咧勒死佢嘅。好啦，最大嘅问题就出现咗啦，呢个时候梗系问啦，咁边条友杀咗佢啊？系咪边个人杀咗呢个湛蓉咧？其实咧到咗而家为止咧，四分之一世纪过咗啦。但是呢原来都没人知道，到现在为止呢都是一个悬案来的。当时警方呢就要调查证据啦，咦发觉哪嘢啦，原来这个呢是一个谋杀凶案，不是普通的火灾案。那就从他的朋友啊很多很多东西去调查啦。第一啦，原来嗰阵时1991年咧就同而家咧相差好远嘅个年代，虽然感觉上唔系好耐之前啊，即系廿几年前啫，系嘛？但系其实咧，我哋呢十年，我哋每十年嘅变化好大。
嗰阵时咧就并冇好似而家周围周街都系 CCTV 嚟嘅，冇啊。咁我系之前立到佢栋大厦嗰个外碌啦，咁旧就冇人咧，就冇得 CCTV 翻查出入嘅人。咁啊，湛蓉咧，佢间屋咧个后门咧就好得意嘅，外边开唔到嘅道门，一定要从里边开嘅，系门柄都冇，系啦，门柄都冇。佢后门咧锁匙窿都冇，系要从里边开嘅，一碌铁门咁样嘅。咁因为咧，楼下咧就有一档咧卖鸭面，系啦，卖面嘅嗰啲台湾嘢食，唔系嗰啲鸭丝面嗰啲咁嘅嘢啦，好出名嘅。咁啊，大排档啦，好多人坐。咁老板咧同其他人咧都冇见到呢个湛蓉咧带人出入啊，剩嗱，警方咧就估计系咁嘅，门口冇任何叫过嘅痕迹啦，咁再加上外形咧，外边咪有一堂外楼梯嘅，就估计咧阿湛蓉应该咧就系叫嗰个人喺外边嗰个楼梯上去，然后佢开咗个后门，咁俾嗰个人入嘅，估系咁估。咁就所以咧就应该系熟人所做嘅。咁既然系怀疑系熟人做，我梗系要问一下你所有隔篱有冇人见到啦。但系出奇地咧，全部人都话冇见到。咁警方又会估计啦，佢因为一系一个女演员噶嘛，唔方便啊嘛。咁所以咧，会唔会系佢咧就系、是、叫同佢分头行事，就上去开门俾佢咧？咁啊惨啦，因为你咁样咧就冇人证咧，就更加难估个凶手喺边。咁啊，仲有啦，有邻居咧就注意到，当时咧阿湛蓉咧，其实咧，成日都经常性咧就有一部系红色嘅 BMW 系佢揸嘅，系佢嘅。咁啊，但系咧当日晚上边咧呢一部，因为佢红色好抢眼啊嘛，就喺案发现场，即系佢屋企附近啦，泊咗喺唔同嘅地方。咁即系可以判断咧，阿湛蓉咧佢系遇害当晚咧曾经咧揸过车出过去，又翻过屋企。咁警方咧就估计啦，会唔会系个凶手自己揸车出出入入咧？咁啊，唯有唉，咁啊最惨咧，因为后屘放火烧尸啊。咁放火烧尸，你已经有火，已经系毁灭好多证据啦。第二咧就消防员嚟救嘅时候咧洒水咧，水咧亦都咧毁灭咗好多证据，真系好凄凉。咁佢哋个警察咧沿住佢度后嘅铁门啊、楼梯边所有地方去套指纹咧，但系因为有露水啦，又救过火咧，都非常之困难，套唔到任何嘅指纹，就唯有靠咧熟人嘅面孔啦。因为吓、你喺里边开门，咁会唔会熟人呢？咁样有冇人对佢心怀不轨呢？咁样咁好啦，从住熟人咧，原来当时咧又有几个咧嫌疑犯嘅，其中一个咧佢哋就会嫌疑系边个咧？就系、是、嫌疑咧阿湛蓉佢一个化妆师，因为咧就话咧佢哋嘅非比寻常嘅关系好熟好 friend， 成日私底下会约会食饭。咁如果系咁，会唔会系佢咧？咁但系咧？这个化妆师居然又有这个不在场证据，他当日全日都在家跟他家人一起，所以他有这个不在场证据，他也都承认是我跟他很 friend 的，但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我们真的会出街吃饭很 friend， 甚至乎他的车都会借给我揸，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朋友来的。警方呢在这个时候呢胶着了个头皮，怎么办呢？那湛蓉这个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呢下体是裸露的。咁法医官验尸嘅时候咧，亦都发现咗阴部咧有大量嘅分泌，估计咧佢死之前咧可能系受到性侵。咁警方咧又即刻谂一谂，咦？即系如果你熟人，你哋系谈情嘅，咁就未必会系强奸啊嘛。咁如果你系受到性侵，咁你就有可能嗰个人咧又系唔识噶咯。咁我又顿时之间咧又胶着咗。即刻咧就要去揾啦，嗱，揾究竟咧有边个有可能性侵佢咧？系啦，嗱，呢一个人咧，警方就估计系咁嘅，佢系识，但系咧个感情瓜葛咧未去到好 close， 未去到咁好，入咗屋之后先至动呢一个嘅，呢个叫咩？先动呢个嘅。变成呢个人狼嘅 ，OK？ 咁啊，发现咧就系咧有一啲男明星咧，就系同佢交往咗，即系喺佢拍嘢期间，有啲交往男明星咧，就曾经到访过佢屋企嘅。
咁就尝试揾呢啲人出嚟问下证据啦，咁样。咁但系咧，呢啲人咧都系普遍嚟讲咧，就系因为咧，阿湛蓉其实佢系喺外国啦，咁即系同佢都借朋友啦，就算系喺屋企咧都系食饭啊，饮下酒咁样，并冇咧系佢哋警方所讲，佢我唔系嫌疑犯嚟噶，我真系 friend 嚟噶咁。咁啊，警方啊，当然好想去尝试，就系从呢啲男明星嘅衣物里边咧攞一啲纤维啦，或者喺个阿湛蓉屋企里边咧揾下有冇啲男仔漏嘅衫嘅纤维啦，都冇喎。咁啊，又胶着咗啦，即系并唔系想象之中啊嗰一种咧，即系带朋友翻屋企俾人哋杀咗咁。嗱，警方咧又发现咗一样嘢啦，就系咧阿湛蓉买咗呢间屋之后咧。曾经咧就带个屋企人咧嚟住嘅，但系咧就只系咧即系带屋企人 ，sorry， 带屋企人嚟呢度睇下佢嘅住处，即系带屋企人嚟睇下探佢嘅，但系咧就只系喺楼下接待佢哋，就唔俾佢上楼。我讲咗嚟住系嚟呢个住所啊 ，sorry， 嚟住所度净系探下佢咧，就只系楼下就唔俾屋企人上去。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歧视嘅话呢，咁点解呢要对屋企人呢咁保密呢？咁会唔会嗰陣时其实佢同人同居呢？嗱，警方呢基本上面呢可以查嘅线索呢已经查到盡咗㗎啦。但係呢无论几努力都好啦，个进展呢佢哋原来当时呢係超过去调查嘅对象呢係超过几百人。咁但系你问呢几百人系咪代表阿湛蓉佢男士朋友好多啊？系咪想系咪话佢唔检点？又唔系，纯粹警方系尽责嘅啫，就系从无论系所有同佢接触嘅人咧，警方都尽力咧去查，去去睇下有咩可以进展嘅地步。但系咧到最后咧都胶着咗。其实咧喺查案其中咧，喺好快嘅头嗰几日咧。警方咧周围去问人里边咧，就掌握咗少少咧证据，就觉得咧，系有一个男性咧系同佢交往咗好多年嘅，就过从甚密嘅，应该呢一个咧先至真正当年嗰啲即系私底下嘅男朋友，咁但系咧都冇突破，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咧，无论你喺嗰啲新闻报纸啊传个绯闻嗰啲咧，都去查，都揾唔到，咁啊。就令到咧，当时咧好多影迷啊，或者呢单案咧就传咗1800000个版本出嚟。咁好啦，后屘啦，发展到咧，去到1993年啦，距离1991年即系3年度啦。咁样咧，当时1993年底，应该系话啊 ，sorry 唔系1991年系阿湛蓉红咗啦，咁。当时去到1993年的年底，就是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姓敏的小学生，小学生这个女仔就不见了。当时家人就发觉她失了踪，接不到，不见了你的小女就报警。警察就说会不会是因为她跟着同学仔去玩，迟了回家啫，你回家等一下，如果她没回来先再报警。嗱，呢啲真系最賴嘢。其實咁細個細路仔咧，真係要即時。咁等咗4个钟头之後咧，都等唔到佢翻屋企。咁就於是再報警。咁警方咧就落實咧，就呢個細路仔係失咗蹤噶啦。呢黃金小時一話唔見咗佢，即係即刻要揾噶啦。咁嗱，這個我真係提醒大家，細路仔咧，你一唔見咗即刻揾。我好多次咧喺我工作嘅期間咧，無論邊一份工啦嚇，甚至啲。屋企人一收到电话自己仔唔见咗咧，吓到你哇！伏一声咧，即系翻紧工，伏一声唔见咗去搵仔，次次搵得翻。如果你拖咧，就好危险啦。即系有啲细路仔真系走咗去公园玩啊，细路仔放咗学咧，自己行开咗去玩，留低阿公嗰啲咧，真系有噶。即系我听啲同事系有噶。咁但系你要即刻去搵，系啦，搵得翻啦。咁佢今次呢个好唔好彩，当时咧就系搵唔翻，就知道呢个细路攋嘢啦。真系失踪啦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有人电话就嚟报，就嚟报啦，就话喺呢个警察公墓附近有个森林咧，即系有啲林算唔算？就揾到一个细路仔嘅书包，不约而同咧，入边咧就有本书咧个姓咧都系姓敏嘅，咁就所以咧就报警，咁警方去到咧睇咧，
真系嗰个细路女个名，但系就只系得啲书包，同埋揾到啲零碎嘅嘢，即系可能只鞋啊咁样啦。心谂之后不妙啦，濑嘢。呢、這个时候咧就系灵异部分嘅开始嘅时候啦。当时咧嗰个警察咧就知道，哇死啦！望住呢个山林，虽然就揾到个书包啫，但我要揾翻呢个细路女，我都系非常之困难，非常之渺茫噶嘛。如果是这么容易，你知不知道曾经是、有一宗案、啊、又是找灵媒找的，所以呢有时候你都不可以不信这些东西。就是呢、就是又是有个 女子条尸失了踪，那那个灵媒呢就说给个警察听，就在哪一个山林那里，那已经说给你听哪一个林哪一忽，可能南部北部哪一忽那个附近有间铁厂，已经讲了、哦，但警方派了几队人马去呢都找不到，你找不到条尸，我最后就要放了个凶手啦，是不是？估不到呢放了个凶手这里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就无啦啦有人行山呢放狗呢就找到白骨，就找回条尸，就是想当年找不到那个女尸找到个骨回来。当然到最后都是捉得回凶手啦，但已经相隔很多很多年之后啦。那从这件事你就已经知道，你不是告诉你找这件事呢就这么容易找得回的，所以他们呢当时都心想很头痕找不到。我也有一个朋友，他懒浪漫，在沙滩上买了一钻石戒指，在上面不知道插了个饮桶还是插了什么就做记号，那就是带我女朋友求婚，找不到这戒指，找了整晚，个女朋友癫了这样闹到她爆，为什么懒浪漫找不到。所以呢就从大家呢、尤其是男士呢、年轻那些经验少那些呢，你想跟女仔求婚呢千祈不要懒浪漫，在沙滩上买东西是啦，打爆你的，是会。除非呢你就是自己找个 friend 动住只脚踩住那个位置，是啦，如果不是的话你找不回的啦，千祈不要做这些事。警方呢当时呢就是揸住个书包听住、哦、警察呢知道确认了个书包的小女啦，就 call 台啦，咁就好多人落咗嚟。当时呢个探员呢第一时间就係话买多啲香烛，买多啲香过嚟，买多啲嘢过嚟。咁其他人就梗係照做啦，係咪先？原来第一时间叫咁多人嚟唔係搜查，就是呢当时这个警长呢就是点着晒啲香，躲住晒啲香烛，就每人喺度派，跟住然后呢就叫大家就跟住讲，然后一起周围拜，同埋围住呢一度附近呢就周围插香咁样。咁当时呢个警长就咁话嘅，佢就话姓敏呢个小朋友，佢小朋友啊，小朋友、你都想返屋企，你都想我搵返你，你都想呢即係你都希望自己可以返到屋企，我帮你伸冤㗎，无论如何你想办法话俾我知，通知我你条尸喺边度，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话俾我听条尸喺边度，你话到俾我听你条尸喺边度呢，我就帮到你伸冤，我就带到你返屋企㗎啦。咁当时所有嘅警务人员呢就是、警察、哦啊、台湾警察啦，就一起好诚心咁周围拜拜，周围拜拜，哎呀快啲帮我哋搵返你啦，咁样就周围插香啊，插香啊，点嘢咁烧嘢，就嗌个细路女乖啊你，乖啊你。咁个警长咧，仲要可以氹细路咁啊，乖啊你，乖啊你。无论如何，你谂下办法啊！我知道你系小朋友，但你一定要想办法俾我揾到你啊！乖啊乖啊，你要俾我揾到你啊！生性啊乖啊，我要带你翻屋企啊咁。咁点解呢个警长又会当时哇？你一嗰一刻会咁样呢？原来这个警长呢他有一个仔跟他一样年纪，一样读这间小学，所以当他知道这间小学这个小女不见了的时候，他已经心里面已经想了，这么巧跟我儿子同一间小学的，去到这个森林，其实见到书包呢还有见到一些物品零碎呢，心里面都知道是不妙，所以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哇我即是他是生是死我起码找他出来先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系、是、要同大家讲声咧 ，part one 嘅时间够啦。如果想听埋 part two 嘅部分咧，就要付费啦。咁我哋会有教你哋点付费嘅。咁我哋 part two 见啦。
亲爱观众，是不是很想买罗永恒灵异村的节目呢？方法很简单，冷静啊，听住咯。首先你在我们的网址登入嚟，咁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咗之后你就要揀呢个嘅节目付费嘅方法。咁然后你在购买节目入面只要揀我的节目啦，就是罗永恒灵异村三个月啦。唔好揀错喎，阿 Jam 话明系揀错咗，唔回水嘅。咁揀咗我哋嘅节目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啦。分别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嘅。如果你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嘅话咁基本上你一买咗就已经系即刻直接就已经可以随时可以收听我哋付费部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用银行入数嘅话咁你就要 send 翻你个入数纸俾我哋，咁我哋就会帮你开通噶啦，系咪好简单呢？咁仲唔即刻行动？